Hello，帅哥美女们，看这是一盘什么？测了一下啊，粉丝扇贝肉，因为这个扇贝肉最近确实价廉物美，所以说我吃的也比较多。大力的，一斤是35到40个，3斤69，5斤是88。烫嘴，刚出锅，看这肉粒，再来口粉丝。绝对过瘾啊！这一斤扇贝肉，哎呀，老香了。大力的扇贝肉，说这整个封面，这封面不行，还是用刚才那个吧。哎呀，放辣椒呛到了，这是大扇贝肉啊。应该有收到货的，应该有吃到了啊！大家先别上面肉，应该有很多人吃到了。烫嘴。太过瘾了，哎，别说啊，这么吃特别好吃，一直前两天一直都炒辣椒，今天换了个口味，确实的啊，你小个的扇贝肉没法做，这种就像这种做粉丝的。没法做，就像这样，确实过瘾。哎呀，这个粉丝里面有辣椒，往嘴里面一吸就会呛到。再来个大力的啊！哎呀，咋就这么香呢？